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彤彤，我今年19岁，身高是150公分，158公分，体重43公斤。那我今天要表演的才艺呢，是一段古表舞里面的恰恰。今天最重要，我们的种子会是彤彤。比赛开始，红队这边呢，想慢慢的把这个身子给拉过去。红队已经重重了34公斤的蓝队好像略微落后。蓝队慢慢后续有吗？红队已经倒下来了，在后半段已经倒下来了，哇，已经持续了10秒了，还是僵持不下。接下来真的就是比耐力了，蓝队一鼓作气，现在又拉了，将近50公分过来，蓝队还差一点点，蓝队只差10公分，蓝队后来追上，逆转胜。第二场的比赛，紧张，一开始双方进场的时候，力争三十，红队跑去，蓝队拿下了第二战的胜利，拔河项目，蓝队就以2-0拿下了胜利。啊，我没有绿真奶嘞，真奶阿伯给几克啊？哎，没，你头前阿伯，哦，你真正一颗头壳咯。恭维你。阿乐，你，哎呀，啊，一颗无洗目睭啊，你。啊，那是你啦！那是一个肥嫩肥嫩的。过去，阿诺，调岗了，曹先生你找麻烦的是？无啦，我真正不是调岗，我不是故意，我真正无说你的啦。无说你是？哎，好啊，那你我嘛较歹势啦，我嘛无说你哦，甲拳头母哦，到底你心上啦？你啊，你笑，你调岗的。不是故意的，不是你，你搁讲啊，搁讲啊，哎，卖俩砖，你要尊都耍了。我先替你叫救护车，到病院了后，我再跟你算账了。安乐，阿秋安乐无？小可代志尔，应该是不要紧。哥哥，你哪会着遐激动啊？无得讲，伊真正是无说你的啊。无这么简单呐、啊，之前就叫冤仇啊，即摆去伤害你，我无可能放伊煞啦。真个哦，来膏药好啊。